你们看看，我们种出这么好的黄桃，被那些人收走啊，卖你们7-8块，他们就给我3块，那也太贵了呀。今年呢，你们看产量这么高，我们打算自己卖，就放在小黄车里面，每一个都是这么好的品质，又脆又甜。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见识，这个不是苹果，也不是梨，它是我们这边的彩虹蟠桃。打开一个，你们看品质，每一个都是皮儿厚肉薄，硬吃脆甜，放软吃啊香甜爆汁儿。喜欢的话，您在我这里带一单，不会让你们买贵的。哎了呀，总比烂了强，好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叫什么水果，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这个黄皮果既销了，也没有老板要。非常的可惜，我就放在网上卖卖吧。我们发货的果子都像我拇指的大小一样，精挑细选的。打开一个给你看看，每一个都像我手中这种皮厚又薄，果肉啊就像果冻一样，吃起来呢特别的甜。喜欢的话支持一下我，可以吗？